很久以前就看到老师，就听过老师大名了，所以其实今天来，我可以知道为什么、有一部分的，我可以理解我以前的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对员工。那其实我也可以，很特别是我从老师身上看到，我也整天都很不好意思，我拿我员工很多钱的，所以其实有一些概念，我会知道说，为什么从老师身上可以看到我以前的老板某些我想要学习的特质，然后再看到我自己身上，我也把它学下来，我觉得那感觉还蛮奇特的。